驚，我都係頂唔順佢個口咁臭，所以揾你幫下手啦咋。你以為你好好啊？你咪一日成身垃圾味。其实你可能是湿热啊，平时吃得香多，啲制品又多数都是一啲腊味，咁都会是一啲烧烤过嘅嘢食，咁都会上火噶嘛，食得多。咁另外制品入边有好多时候都会有酒，咁你又唔瞓觉，咁又挨夜咯喎。咁咪好容易啲口臭啊、体味啊，咪越嚟越严重咯。因为你嗰个就系湿热嘅体质啊嘛。可以贴。点解嘅？咁你哋总之就食少啲热气嘅食物，你咧就得闲闻下花香或者饮清茶。咁你哋咧就可以食多啲豆腐或者一啲芽菜，总之凉啲嘅食物啦。咁再唔系啦，就 call 翻啲后人，叫佢俾啲火龙果或者奇异果你，知唔知啊？我哋知道啦。火龙果同埋奇异果都系一啲有清热功效嘅水果，咁食咗火龙果仲可以畅便添。火龙果和奇异果都是一些带清热的清净，我忘记了吐气，我真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。